这个行吗？这个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，把我的优点全部体现出来。嗯，我感觉不够飘逸，是不是应该有点影子什么的？明白。这样好一点吧。 这个确实很有重影子感，我突然觉得应该给你们家小姐的门上来个门神。哦，这个提议不错，但是我不太像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哈，我知道你对你们家小姐忠心耿耿。哎，我这个过敏，哎，你别碰我！哎，不是，咋就我呢？点正啊，来吧，真心话大冒险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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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 抓谁拿的？抓你二啊！这样你告诉我这是个啥？指南针呢？你拿指南针玩真心话大冒险，那不把把指我吗？啥把把指你呀、啊？人家指北好不好？行了，我都等了十了把了，别了这玩意儿，换一个啊！拿这个啊，该我了啊！真心话，俏俏，上回实在我是太笨了，没理会你的意思，但是我的意思你应该完毕。 该我了，真心话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完毕。该我了，真心话，俏俏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还用把话说的这么明吗？完毕。该我了，真心话，你心里是明了，我心里还暗着呢。正常时间我算什么？完毕。该我了，你就打住，打住，你俩闹呢？啊，你俩唠嗑上一边唠去，这玩意儿真心话大冒险，懂不懂啊？来。 不光瞪，还得说话呢。这群无聊的人，太无聊了。我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好像笑了。我们接着玩呗。哎，该谁了？该谁了？哎、心里边怎么不太得劲儿？空落落的。好像少了个人呢。是少了一个人，马上就少两个。少俩，少十个都也没有关系。你们该走走，我其实我一个人挺好无所谓。你说奇怪啊，以前天天盼着飞船来。 现在飞船又来了，心里边不是滋味。我倒不盼着飞船来，我就盼着飞船把那送的人接回来。按说我是最盼飞船过来把我接走的，但是现在我突然间没有这种想法。我在想，到底是从哪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平静的生活是被打破的呢？ 在这儿过得好吗？可能吧。我觉得他在哪儿过得都也挺好的。嗯。那你说他会不会想起我？哪怕有那么一丁点儿？可能吧。不过他更容易想起傅征呢。那你说陆小西？你能不能别一天陆小西？你念叨这个念叨那个，你烦不烦？
不是在你们心里，我这种人就不应该有感情吗？我是木头吗？景亮，你有喜欢的人了？我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是我家里没有草原。但是，小冉，小冉吗？我知道，作为一个生存大师呢，我不应该被感情牵绊。可是，别说了，哥理解你啊。你不理解，你体会不到那种。我能体会到的感觉。你们喜欢的人都在你们身边，可是我喜欢的人只跟我待过几天。在一起的感觉，对，就是那种平平淡淡的，那种一回头就能看见他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体会过，一回头就在身边。